双手紧握拳头，张开又留下什么？等待适合的风，带我飞越尽头。曾经脆弱，独自承受。是不是线报没有搞清楚真伪之前就这么贸然的闯进去？那天是国会议长请客，那一桌子除了国防部长之外就是国会议员，还有那个北区的。你们两个去表演一个节目是吗？谁给的线报？谁做的判断？报告局长，线报的来源非常可靠，所以我们判定它是正确的。我说了半天你完全没有听进去吗？那一桌子人没有一个人你们得罪得起。你知道多少人因为错误的线报丢了饭碗丢了性命？报告局长，下次我们会谨慎一点。还有下次？你别这样嘛，这次只是乌龙而已啊，我们下次会搞清楚一点点。你没有必要这样就砸了我们的饭碗吧？我不会砸了你们的饭碗，我只希望你们现在离我的世界远一点。要多远？你马上就会知道了。校长，在什么时候这些是我们的义务跟责任？你当作是职业生涯重要的情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喂，站立，站住！别跑，别跑，你给我停住！王炸弹，你不要跑！还跑！你给我停住！别跑！你还跑！最后投胎跟结局你还在去。跑！别跑！哎！跑你！跑你！你干嘛开枪啊？吓吓他嘛！这枪我自己花钱买的，不用写报告。等一下。不用了，打到人怎么办？你放心了，我枪法超烂的，就是因为你枪法烂才会打到人啊！这话怎么那么说啊你？吴英雄，你还跑啊你？走，哎，你跑，不要再开了，你不要再开眼了，走。什么？海边发现浮尸，好像是老李的线。走，哎，你们的位置换来。走，快！来，辛苦了。撞！你给我撞！别给我乱撞！对不起，丢在桌上。
叫什么名字啊？我在问你话哎、欸，叫什么名字啊？成哥，你还好吧？待风化组还习惯吧？哎，组长，这边还有一件。我看痞子哥好像适应的比你来的快。哎，浩克，啊，林局长那边的资料你查到了吗？英雄哥，陈组长有交代，你已经调离重案组了，不能再碰这个案子了。如果你继续问我的话，我也会很为难。对不起哦。打电话给你们魔头，你打，你打吧。我还没有准备好要说什么。什么东西准备不准备了？现在这种状况，你叫我说什么？很简单嘛。队长，对不起啊，请原谅我们，爱你。又不是你，不会来这一套。什么干嘛、啊？走嘛！走去哪、啊？走啦！什么东西啊？去找你魔头啦！跟我走！我真的没有准备好，你放手啊！我是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嘛。在这个之前，你要我为了工作付出多少、牺牲多少，我都无所谓。这是我第一次。第一次后悔我做了牺牲，专门来等你。哎，王姑娘今天心情不好啊，我劝你赶快放手，不然等下把你摔到骨折，我负责任。我只是要告诉你，偷手机那个馊主意，完全是我个人主导，跟英雄一点关系都没有。吴英雄起初也很反对，但是他还是照做了。导致他现在为了这件事情每天。如果他真的那么抱歉的话，干嘛不直接来道歉啊？哎呦，拜托，我跟英雄已经把事情闹得这么大了，你又这么，他怎么敢再来找你啊？所以就派你来啊？你以为我看到你不火大吗？也不是这么说了，我是我自己要过来的。大家朋友一场，没必要闹这么僵吧。嗯，朋友，亏你还说我出口。算了啦，都无所谓啊。反正你们根本就不在乎我的感受。喂，陈婷，干嘛呢？英雄真的很喜欢你，不要这样对他好不好？那你呢？我怎样对你都无所谓吗？
没有这么复杂。我本来就是这样随便的个性的人嘛，你想怎么动你就怎么对我啊。陈琳，陈琳，陈琳，师父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两个物体接触之后一定会产生实质的转变，从这一个传递到另一个，一定有什么事情被改变了，多了什么或者是少了什么，或许答案早就很清楚地摆在你眼前，只是你自己没有发现，所以才这么苦恼。你指的是案情还是爱情？现在啤酒又再来一罐。那你我来收就好了，你先进去忙吧。
你下班有空吗？先生，我们应该没有那么熟吧？不好意思，如果你没有要点餐的话，后面还有客人。你好，请问可以为你服务吗？我可以等你，我会每天过来，直到你觉得我跟你变熟为止。现在是上班时间，如果你一直这样，经理会出来骂我，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好，我可以为你服务吗？嗯，这样就好了吗？这样怎么发行？是你的餐牌，后面取餐，谢谢。你好，可以为你点餐吗？没关系，我会等你，因为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查到了一些很有趣的资料，你看一下。在中东有一个部队叫萨克旗，他们不隶属于任何国家，但是却比任何国家的军队有纪律，具杀伤力。简单的来说，他们是一种佣兵部队，在亚洲进行各种各样的恐怖行动。有人叫他们是 machinery， 意思是说很像机器的一群人。而且因为他们脑部进行过一种手术，每一个都是战技高手，而且愿意接受各种各样的不同形式的任务委托，通常是以杀人为目的。你说的这个萨克旗部队跟我们在查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国际刑警局指出，萨克旗为了执行一项重大的任务已经离开了中东，辗转移动，听说他们在两个礼拜之前已经到达了本地，所以他们相信这次萨克旗的任务会发生在我们国内。你刚说的那个脑部手术是怎样的手术？听说那是一种破坏脑部 V 案前额叶的手术，人脑 V 案前额叶的部分是掌管怜悯跟同情心的感受力，所以一旦受到破坏之后，这个人就会变成即使他杀了人也不会受到社会的价值跟道德观影响的人。是谁控制的萨克旗？没有，他们不受任何人控制，也不隶属任何单位。简单的说，只要有任何人愿意付钱，他们就愿意替任何人工作，不管是国家、恐怖组织，甚至是任何利益团体都可以。如果林可乐的死跟银行抢案都是萨克旗干的，那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关联？更重要的是，是谁雇佣萨克旗？他的目的又是什么？怎么样？哥哥没有在吓你们吗？嗯。叫什么名字？我叫秘密。秘密。已经到这里了，还保留什么秘密啊？嗯，就秘密嘛。什么秘密啊？甜蜜蜜。啊！那你姓什么？我姓甜。那你不就是刚好就叫做甜蜜蜜吗？我的天哪，这名字也太好了吧！哎，身份证借我看一下，例行公事，不好意思。嗨。好。不好意思，请你叫舔中间啊。我喜欢，谢谢。哎，饿哥哥跟脑哥哥来了，我们肚子饿死了，有没有东西吃啊？你是白痴吗？你现在没有空吃便当，他们也没有空吃便当。他是谁啊？好凶哦！不好意思啊，我们家饿哥哥他都是这么凶的。你会吓坏他的，哥哥。你这个死痞子，快给我起来！我有事要跟你讲。
我捡到你做笔录，快。嗯，你哥突然有点口渴，我出去外面喝杯水吧。嗯。陈警官。啊。你还会再回来吗？你们只要乖乖的听老鬼哥说的话。陈在天。问到哪里了？甜蜜蜜。哎。我叫甜蜜蜜啊。身份证拿给我看。你还玩呢？怎么了？他们老岛阿德的车子有目击证人指认，那天晚上有看到一模一样的车子停在港湾大道，所以他们去调了监视器画面，结果那录影器的画面根本没有办法看到车子，只看到几个30帮众经过，他们正在比对他们的身份。所以你的意思是，阿德给的假线报其实是因为三联会已经发现他是卧底了，所以我们两个才会被三联会耍得团团转。是有这个可能，不过老实说，我看三联会会长跟大雁他们俩的态度已经不想跟枪有关系了。如果真的是三联会搞我们的话，背后一定有别人在操纵。还有，如果杀林可乐真的是银行抢匪，那么林局长跟抢案之间一定有什么关联。只要我们把这些事情全部连在一起，答案就会出来。你问过浩克没？浩克最近不是一直在查林局长的资料吗？我问了，他跟我说，陈处长交代，我们已经被调离侦办组，我们没有资格过问这些事。那么歧视我们？老实说，我越来越觉得心里怀疑是真的。浩克跟陈处长根本就是一挂。上次在三联大厦没有弄到搜索票，也是他们搞的鬼。会吗？哎呀，我说兄弟啊，你就想开一点嘛。没错，我们现在是在风化组，没有以前风光，但是也是一份差事嘛，日子轻轻松松的过不是更好吗？谁跟你轻轻松松过啊？你怎么回事啊你？啊，你今天刻意追门吗？啊？我在跟你讲很严重的事情，你有没有在听啊？我有在听啊，我听得很仔细。你现在遇到了问题。你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对不对？嗯。我告诉你，我有解决的办法。什么办法？就是你说的办法。是兄弟，我才告诉你的。其实，我的线报全部都是从这里来的。有问题，告诉他，答案就会从这边跑出来给你。答案，就我刚开始当警察的时候，有一次跑来这里吃早餐，店员突然跑过来跟我讲说：“因为你存折，你看，是线报哎。”陈警官，请问今天喝点什么吗？不用，今天不用。陈在天，我拜托你跟我说你在开玩笑。当然不是在跟你开玩笑。上一次我们成功在捷运逮到高一那一次，你忘了？嗯哼，靠的就是他。你刚才叽叽咕咕跟我讲这一堆，你想重复跟他讲？直接跟他讲。你当我是白痴？我把你当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情，我干嘛骗你？神经病！哎，阿总，我快知道了。什么？知道什么？就是有些事啊，拜。哎，你去哪？
走了。嗯，拜拜，明天见。下班了。嗯。吃过饭没有？你到底想干嘛？我只是想跟你做个朋友，我是说真的。我不是那种有很多时间的人，如果你想找人做朋友，我劝你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我也是跟你说真的。再见。喂，请问是陈在天陈警官吗？不是。你好，我是调查局的探员。啊，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吗？方便的话，二十分钟后我会在南新国小对面的咖啡厅等你。再提醒你一件事，陈警官，您的档案已经进入司法调查的阶段，遵守法律调查不公开的原则，我希望您能对这通电话的内容保密。喂，银行抢案抢匪还没抓到，陈警官倒先进了风化组，实在有辱破案王的美名啊！你说是不是啊？还好啦，那警察呢？在家中拼命啊！反正不管掉到哪里，都是你一样的薪水嘛。不过南区分局最近可不大平静啊。上次失窃步枪的事，应该还没有查出内贼是哪一位吧？哇，调查局不愧就是调查局，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们的眼睛啊！其实我这次来，就是希望陈警官能跟我们合作。我希望陈警官当我们的内应，任何有关于案子的新消息，随时会报给我们。奇怪，你们调查局怎么对这个案子特别有兴趣啊？破不了的案子每个分局都有，你们怎么特别关心我们这区的银行抢案？南区分局是全市最重要的分局，也是最先进的，发生任何一点小事，当然都比其他分局来备受瞩目了。更何况政务失窃，这可是何等重大的事情，警察局有内奸，偷走这唯一的政务，我想这背后一定不单纯，光是这一点就值得我们相当的关切。但是你也知道，我呢，最近调到风化组，在风化组里面的案子我都接不完了，何况我们长官不准我碰这案子。陈警官，这点我们当然要考量到，只要你愿意，我们会想办法帮你转调。像你这么英勇，不愿意待在这种风化组窝囊一辈子吧？好，我再打给你。陈警官，你有没有想过内贼是谁？现在大家都在查谁伪造磁卡，谁入侵了电脑，谁进入了监视科。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整个入侵的动作根本就是监守自盗，误导办案。对，探员，你说了这么多，这么一大串的文言文，就是要告诉我，这把枪其实是蓝心他偷的。是。懂了，如果有什么新进展的话，我会打电话给你。蓝监视官。调查局的探员，不知道您方不方便跟您在外面谈一下。
不热啊？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很忙，没有时间，你不要一直能够跟你做朋友，就算再花时间也值得。我六点下班，那我在外面等你。陈琳，你知道？不知道，我以为他会来。那来了？我打过了，他没接。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跟他讲到一半，就莫名其妙跑走。陈琳，谢谢你来。我上次在电影院的时候讲错，除了跟你说对不起，你没资格说其他。英雄，你没有错，警察是你的职业，这不是你的错。就算我爸是黑社会，也不是我的错。我们只是错在，我们太自以为自己可以不在乎，以为我们自己是普通人。所以不要再说对不起了，好吗？不急了吧，等我下来吃，不等米子了。再见，美女。我请你了，就算是谢谢你陪我来这边玩。
盒饭多少钱？看到人家一家人出来玩，真好。我很小的时候，爸妈就都过世了，我是一个人长大的，所以每次看到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出来开开心心的，都会觉得很羡慕。我每次在素食店看到一家人一起吃的汉堡还有炸鸡，我也好羡慕。其实我跟你一样，都是没有家的，甚至连我自己父母亲是谁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吗？3年前的圣诞节，你在另外一家素食店打工，那个晚上发生了一个抢案。记得啊，怎么了？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善良，而让一个卑微的人第一次感受到，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活得更好的权利。也是从那天晚上开始，就开始改变那个人的一生。不如这样子好了，从现在开始，你来当我的家人，我也来当你的家人。这样子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吃热狗、吃炸鸡，再也不用羡慕其他人了，好不好？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讨人厌。所以我就说嘛，跟我交朋友绝对不会浪费你的时间。如果是一家人，不管发生什么事，谁都不可以先离开。走，好漂亮！看路，你看路走，乖。哇，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不要玩。不要这样。啊，好累啊！站好。今天好开心啊！我们再去洗澡好不好？都没酒了。哎呦！秦玲，你喝醉了。我送你回家。陈振天，叫陈振天开跑车载我回家。他每天都在这里等呢，我都看到他。他在等他的女生。嘘，他大声的女生会被吓跑。陈振天，不要再玩了。哇，你喝醉，我送你回家。啊，我的鞋呢？好累。你乖乖在这里不要动，我去帮你拿鞋。你不要动哦。陈琳。这样子好不好？
在想什么，我都知道，可是没关系，只有在你难过，在你伤心，不管在任何时候，不要把我推开就够了。生病了还不去看医生，一个一直要让你去对不起的女人，你干嘛还要爱她？不好意思，啊！可是我们有票哎，没关系，我们这不分期限也不分假日都可以来使用哦。啊，可惜哦，不好意思哦，差一点就能搭到了。没关系啊，他刚才说这个是没有分期限的，要不然过两天我再陪你一起来吧。嗯，好。那我们一定要把票收好，一人一张，下次一定要一起来哦。